腹胀啊、腹痛，然后肚子有沉重的感觉，或是有压迫到泌尿道的这样频尿，或是有一点点对肠胃不适或是肠胃压迫的症状，都不是那么明确。所以即使病患有得到已经被确诊是第三期第四期的卵巢，你仔细去了解他的症状，会发现他的症状还是不是那么明确。当看肠胃科没办法得到一个明确的诊断或是改善的话，就应该在妇产科方面做一些适当的检查跟评估。每年的发生率其实逐年在增加，跟30年前比较起来大概增加了4倍左右，所以卵巢还是每年其实是一直在增加。目前在女性十大癌症之中，卵巢癌的发生机会是排第九位，也算是相当的高。卵巢因为在骨盆腔里面，那骨盆腔跟腹腔是一个开放跟连通的空间，那当卵巢肿瘤长比较大之后，它就会从卵巢表面往下掉出来，那掉到骨盆腔去就变成到第二期，掉腹腔去就变成到第三期，所以就一路会往远处去做扩散。它是每30天癌细胞就会增加一倍，即使长得比较慢的那种种类的卵巢癌，它也是2到3个月癌细胞就会增加一倍，所以它是以非常快速的速度在增长。所以在手术技术上其实是很困难能够把它拿很干净，那能够拿很干净的，那它的那个治疗成功率才会比较高。当已经转移的时候，那我们在手术进行的时候，即使看到的肿瘤都切干净了，可是还是会有一些很小颗你看不到的，当没有在手术后做化学治疗的话，那些很小颗的肿瘤很快就会长得很大，而且就是说它又会产生一些不适的症状。台湾的治疗成功率已经比美国高很多，甚至对这种很棘手的第三期第四期已经到处转移的，都还可以有相当程度的治疗成功率。因此就是说最怕的是怕民众不按照医生的建议好好的做完善的治疗，而是自行寻求偏方，那这样的话真的就是病情会被所耽误，因为卵巢癌是真的是很可怕的。